欢迎观看曹操大哥短视频。啊，倩云，快看啊，真漂亮啊！要是我老婆，孩子不跟我姓，我都愿意。啊，嗯，天气这么冷，连个外套都不拿。刚刚走的急，忘了。千羽，这是那个千羽的女朋友，你就是大松吧？我经常听千羽提醒你，感谢你这段时间对她照顾。没有，都是兄弟，应该的。哎，那个啥，下着雨了，你们往里面走着。不是，这天这么冷，你俩怎么过来了？看你这领子都歪了。这不北北非要来给你送外套，正好我们等会儿还要去逛街呢。啊，一会儿记得早点回去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行，好，拜拜。那行，那行，你们早点回去啊。嗯，啊，千羽可以呀，深藏不露啊。没有，以后我谁都不服，就服你。别，我靠，别。Later。哎呀，怎么没单呢？我这也是啊，一单都没接呢，这啊。知道你们还没吃饭，给你带了饭，大葱哥一起啊。哟，弟妹真贴心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你喝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呛住了吧？又没有人。没事，不是，这大哥，你认错人了，这是我女朋友的朋友，这是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妹子，没事的，大松哥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先走了哈。啊，好，那谢谢啊。嗯。吃完饭呢，我走了啊。暖和了。大松哥，大松哥是不是没吃饭啊？娘的，今天是撞上了。刚刚那个大松哥，你刚刚不还说了吗？晚上还没吃饭呢。那个，你也吃点吧。啊，哎呀，那个我们就在这旁边，就随便找个地儿。你们刚刚吃过了？那个没有啊，这谁乱扔到这？吃完还扔在车上，你看这气人的呀！我这来，哎呦，这帮我暖和。正好给你买的热奶茶。啊，谢，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哈。啊，好，千羽啊，是不是人叫你？没有吧？你想要奶茶哪来的？我刚买的啊。你干什么呀？莫名其妙的。我是。哦。我刚刚给你送饭的时候，那包是不是落着？你挤什么眼呀？那么北北你也在呀？你没客大金杯，拉完死人拉不回。